系好安全带。不会。啊？学姐可以帮我系吗？你是手断了吗？帮我系个扣子，就要我帮你系安全带？我开玩笑的。学姐刚才不会是在心里骂我吧？怎么会？不会。学姐，要上去坐坐吗？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那好吧，学姐再见。再见。